年年，你好了没啊？我在这儿呢。哦，干什么呢？瑶瑶，我心跳的好快，我好紧张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我也好紧张啊！我问你，你支持 KK 还是 SD？KK， 立场坚定吗？非常坚定，跟着我一起念，嗯。KK 天上地下一条龙，千军万马往前冲 ！KK 天上地下一条龙。 千军万马往前冲。我以前是秀乐站的老粉丝，我最喜欢秀乐了，你知道吗？他10年前带队的样子超级帅哎！韩商言吗？刘子琼豆腐吧。我是 Apple Dog 粉丝。那我就把你们两个的诸位棒推下去，好吗？谢谢。切，不客气。他要推他们的诸位棒，我干嘛跟他说不客气啊？啊，真的是。亚亚，把你口红给我一下。最近的状态还挺稳定，这个门有喜欢的女皮，这个门有喜欢的女皮。大嫂，你两边还倒着走啊？ 一、二、三，KK加油！童年真有话，刚刚在厕所都跟人家斗起 rap 来了，然后为了赢人家，就学人家画这个。啊，你们来，我们就很高兴来了，差点忘了当时过敏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哦，不会，我口红很好的，不会过敏的。啊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画这个很帅嘛，一看就是铁粉。嗯，随你折腾。去看台不去 VIP 吗？ 当然不去了，那气氛好，我要留在那儿。你开心就好。你们今天也加油啊 ！KK 肯定能赢的，加油！一定要赢！一定要赢！那大嫂赢了，请我们吃什么呀？赢了，赢了以后随便吃。噔噔，看到没有？6年的奖学金就在这儿了。哇！ 你别把大嫂嫁妆给吃完了，别的不说，再过2年，老大就变老大爷了。哎，咱们老大爷也老大不小了，他比咱们着急。<笑>你们这帮臭小子，你看我一个一个的怎么收拾你们。来，再5分钟就上场了啊！大家加油，打起劲！听我说。 虽然之前我一度觉得你们的庆祝方式很幼稚，但今天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。来，1、2、3。